你很难过吧？你不也一样吗？你怎么出来的？还不是四处张罗打点，贿赂我的上司，让自己彻底保住饭碗。其实。 我这么急着出来，是想跟你单独谈谈。我在这等了很久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这里。真不愧是个警探，你真会消遣我。上学的时候，你就喜欢做恶作剧消遣我。 那个时候，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学生，只不过是个学长，比我们大几岁而已，还经常学着老师的样子装模作样，我们觉得好笑，所以就忍不住捉弄你。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故意让你捉弄我的？因为我喜欢看你笑。 这两年，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很多事已经物是人非了。我也一直想去找你，可是我一直犹豫，不敢去见你。你知道为什么吗？那都是因为。 我现在穿的这身皮，我没脸去见你。现在，命运既然又让我们碰到了一起，那么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讲清楚，我要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 四弟，啊，哥知道你喜欢他。哥跟你一样，也非常喜欢他。其实，哥在你之前就已经开始喜欢他了。现在你已经在天堂了，哥请你把朱军交给我，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的照顾他的。 静波，如果你在天堂遇到我，对不起，请你装作不认识我，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你二哥。 我明白了，你像上次一样，再次的拒绝了我。我知道你心里有红头可是你别忘了，他现在成了我们的敌人。他杀害了我们很多的同学，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我不相信他是汉奸，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的同学。你放心，我父亲会把一切都调查清楚的。 洪涛，他根本就不是传说中的烈火。我，柯阳，有些话我现在不能对你说。你不知道，你们全家被释放的背后，是洪涛做出的牺牲，而不是你打点的结果。你更不知道，我按照父亲的嘱咐，不能把洪涛他们做出牺牲营救你们的计划告诉。你。 好吧，那就等着看吧。柯阳，你能带我去看个干爹吗？ 爸，我现在当上探长了，工作很忙，没时间回来照顾您。您身体不好，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别再出去乱跑了。滚！我爸呀，从来就不欢迎我，每次回家他都跟我吵。可他一会儿出来看见你，就会笑了。我先到外面转一转。 别出声，走，放开我！主君，是我，<laughs> 我要见你爸爸，我是被冤枉的，我要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话呀，我要见你爸爸。我怕明天上午九点钟会在老母猪脚江滩跟烈火见面的。烈火真会去吗？会。好，跟你爸爸说好，到时候我一定到啊。好。别忘了。洪涛<汤>。啊 替我多吃一口饭，多喝一杯酒，记得这是替我吃的啊！我知道。红桃啊，菜都齐了，老爷开饭吧。这是谁的碗筷啊？ 哈、啊，老爷一家团团圆圆的，我想能不能在桌上给二少爷洪涛也摆上副碗筷？哼！我老洋人没有叛变投靠日本人的儿子，把老大的信拿来。哎。 我来倒酒，希望不好的事情早点过去，嗯、好的事情早点到来。来吧，我给您倒上。嗯 叫老三念。哎，三少爷，父亲，而今奉令做救国义举，孤军奋斗，前途莫测，成功虽无把握，成人却有决心。 然成功成人之外，并无他途。游子能思国，大人情也足畏肯大人衣食加衣天饭，即所以超拔完儿灵魂也。而安澜。原来大哥也是位烈士。 为了不连累这个家，不让外人知道咱们家是抗日烈士的家属，他一直对外宣称在外边做生意，旁人一直以为他做生意不能回家。爸，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接下来就要跟我说，你看看你大哥，啊，为了抗击日本人成了烈士，你的四弟死在日本人手里，而你呢？ 却穿着一套日本人发的狗皮，还有脸在这吃饭，对吗？哎呀，三少爷，别这么说啊！老三，来，我敬你一杯。 我知道，二龙路桥头刺杀东野的事是你和老二还有朱小姐干的。你有种，干女儿啊！我也敬你一杯。哦、你端一下酒杯。今天你父亲不在，就等于我敬你父亲朱大夫了。 老三，我今天先让你读了你大哥的信，又敬了你一杯酒的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老郑家把所有能传承的东西都交给了你，但是。 我有一个请求啊，这个老二，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善没有作恶多呀，为国家也好，为这个家也好，为老大也好，为老四也好，你把他找到，把他抓回来。 嗯，这两口棺材啊，这个是我的，这个是给老二洪涛的。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我就睡在里面了，我就等着老二洪涛回来，也让他睡里面。干爹，给我听好了，等柯阳把老二洪涛抓回来。 我就跟他同归于尽，一是为国除奸，二是为他赎罪，因为这个儿子是我的种。哎呀，洪涛这小子很犟啊，小的时候我叫他认错，他从来就不肯。 我就罚他去跪，他跪到昏过去都不认错。<laughs> 谁叫他是我的种啊，和我一个德行。可现在我要大义灭亲。爸，我去值班了。 干爹，万一弄错了呢？错了？嗯。哎，你刚才想对我说什么？我是想跟您说，我见过洪涛了。真的？你见过他了？嗯。我们游击队正在考验他，您还是等考验结果出来之后再决定罚不罚他吧。 干爹，我跟您说这些话是怕您意气用事，铸成大错。我看您今天晚上别睡在这儿，睡床上去啊。呃，等等，那个你们是怎么考验他的？干爹，这个我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纪律。哦，哦，不管怎样。 一定要等事情弄清楚了再说、啊。亲家，哦，朱大夫、啊，咱们有时间再叙。我找菊儿有点事啊。哎，好好。来，好来，菊儿，来坐。嗯，再没有和谁提起红桃是假烈火吧？没有。 你见到洪涛了？嗯。这么说，他答应我和他约会了？嗯。时间、地点都告诉他了吗？嗯。好，儿啊，离那儿不远有一个房子，是夜传停靠的地方。你和两名同学埋伏在外面，接应我。嗯，好。也许这个时候。 老洋人的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洪涛是那个出卖游击队的汉奸。他想知道烈火和游击队会如何考验自己的儿子。于是，老洋人听到了他不该听到的东西。六六六六六九六七，哎，真好，爷爷、嗯，老爷。 您这是上哪儿去、啊？心里烦，出去溜溜。老洋人决定去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看一看。他料定洪涛也一定会出现在那里。他想知道洪涛到底是不是真的当了日本人的走狗。如果洪涛真的叛变了，到时候他就会站出来，用自己当人质，逼洪涛放走朱崇义。 而与此同时，朱军和一群爱国学生也准备去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他们要去亲眼见一见他们心中的英雄烈火。这么急去哪儿啊？你怎么在这儿？我在找洪涛。我答应我爸，要把洪涛给抓回去。你又开始追捕洪涛了？ 你觉得奇怪吗？我不奇怪，这样的事情你做得出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炸弹什么？里面装的是医学用品。我开玩笑你忙吧，我们赶着去实习，走。 朱军的紧张情绪让柯阳觉得不对劲他决定要跟着朱军一探究竟。跟上他们。是。嗯、哦，前面就在前面停一下。哎，就这好嘞。好了。 您老慢点啊！啊谢谢啊。 哎，我现在查不到什么东西。走，你们跟我去接洪涛，护送他去和朱重义约会。走，走，快点，快点，走，嗯，走，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点。 弟兄们，到四周看看，清场了没？就在这埋伏，等正点子一到，立刻开枪，能开多少枪就他妈给我开多少枪，听见了吧？听见了，听见了，机灵点啊、嗯！你是什么人？我是郑洪涛的亲爸，没事干找他来玩玩，啊？他在哪儿？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沙场，你不怕死？我不相信老二洪涛连他亲爸都杀，嗯、啊？哼！你们这群狗尿台，赶快带我去找他！哼、呃！嗯嗯 我闺女和你儿子马上就到了，我来不及跟你解释。怎么，你们是苏光远的手下？是，我们是苏先生事先安排的，为了朱先生的局。等这里人一走，我们就设下埋伏。哼，我不管你是怎么来的，你来了更好。我要送给你儿子更大的罪名，让天下人共愤的罪名。 此时，洪涛也正在赶往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他一心想见到烈火，他要向烈火说明自己是清白的，并没有出卖任何人。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危险。前面就到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过去会他们。小心一点，我刚才听到了枪声。我知道。 我先过去。 太阳、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杀了咱爸！别胡说啊！我别动！你手里拿着枪，你杀了咱爸，这不是我干的，我也刚到啊！别再跟我解释了，这个畜生，竟然连咱爸都敢杀，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先回尸灭迹。洪涛，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我也不知道，我也刚到这儿。 你把枪给我放下，跟你没完。以啊别开枪。周军、啊，周军，你让开。我不,不。哎，别动。郑明，我告诉你啊，嗯嗯嗯嗯嗯、这事儿不是我做的，我什么不可以扛，杀鸡的罪名我不能扛。你别走、嗯。嗯嗯嗯 走，快走，快走。快跑！红桃又一次被利用了，他莫名其妙的成了杀父凶手。敌人的意图很明确，陷害他就是陷害烈火，可红桃还被蒙在鼓里。为什么呀？ 为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你这出戏演的不错。你的女儿朱军还不知道，她爸爸朱崇义是假死，这个时候正在向日本特务机关长东野武雄邀功呢。哼，<laughs> 有了这个洪涛。 我就可以从明处退到暗处了，假死是最好的方法。哼！可我没料到，我的女儿和她的同学没有击毙洪涛，让他给逃了。你从明处退到暗处，一死了之。我呢，也该搬家了，以后咱们街头换个地方。哼！狡兔有三窟，你有几个？ 哈哈哈哎呀，不管有几哭，你要见东野必须经过我这一关，这个规矩改变了。嗯、喂，呃，机关长，有什么指示？是，是。 朱重义，东野机关长命令，你朱重义不能带着女儿远走高飞，必须留在武汉，除掉郑洪涛，务必维持烈火成为抗日组织叛徒的假象。 德国医生，我送走了。老爷这次性命是保住了，但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眼前这一关要是过去了，还能如常；如果过不去呢，那就坏了，要在床上度过余生啊，三少爷。 在克阳的心底，他一直觉得几个兄弟当中，自己是对这个家付出最多的，而他最在乎的，也正是父亲和家人对他的承认。但是从小到大，父亲的心总是偏向洪涛，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是没用的。如今老洋人倒在了洪涛的枪下。 在痛惜父亲的同时，他又觉得这是一次机会。面对昏迷中的老洋人，柯阳在心中暗暗发誓：，就算洪涛跑到天涯海角，他都要亲手抓住这个郑家的不孝之子。他要向父亲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家里最有用的儿子。 他妈的，满大街都是日本鬼子！哎，颜如玉呢？走了，他也没说为什么，就说什么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如果有缘还能再见。 哥，我觉得吧，颜如玉她是寒了心才走的，都是因为你。哥，呃，那件事儿，真是你干的吗？你，你真向日本人投降了？你还向你亲爹背后开冷枪？滚边儿！你、哎、谁说的？这这这不是我说的，外面满大街都嚷嚷开了，哎，嚷嚷我告诉你啊。哎<哥> 不管他们怎么说，你就不能怀疑咱哥。得得得得得行了，你先安静一会儿。你们怎么像窝里斗起来了？哎，我先表个态啊。哎，老大是什么样的人啊？这段时间哥几个在一起，这心里应该清楚了吧？哎，要说他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谋害他亲爹，哎，我头一个就不相信。嗯，我也不信，大哥会干出这种生孩子没屁眼的事。 其其实我也不是全信，哎，哥，我就问你一句实话吧，你是不是真给日本鬼子舔鞋当孙子了？小高，我问你，有什么人、什么事儿，能让我洪涛给日本人舔鞋当孙子？有必要吗？我在哪儿不能混得好好的？我看,看咱们哥几个一块在监狱里边吃过饭的份上。 看在咱们还是兄弟的份上，如果愿意跟着我呢，你们就跟着。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块对付小鬼子。这我就说嘛，咱哥到什么时候，他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跟日本人干，拼着咱们这肩扛的两斤半的玩意儿不要了，跟他娘的小日本干到底！干，哥，跟你干了，跟着老大干。 看看眼下的武汉，终于出现了宁静啊！在武汉这个地区，只要扯烂了烈火这面旗帜，就没有人有能力煽动敌意、组织暴力了。可我们只是毁掉了烈火的荣誉，还没有抓到他。来日方长，我们要追捕的猎物不仅仅是烈火一个人。别忘了。 郑洪涛还在逃，柴田君，任重而道远呐、啊！属下一定竭尽全力追捕郑洪涛。光知道追啊是不行的。柴田君，打过猎吗？要想抓住狡猾的猎物，就得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设下陷阱。马上颁发一道命令。 武汉三镇的所有地区，一律取消宵禁，让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晚上自由出入，不受关卡的任何盘查。机关长，此举是引蛇出洞。嗯，要让毒蛇感到安全，他们才会乖乖地爬出洞来。还有，你要派人密切关注老洋人家的一举一动。 我总是隐隐约约的觉得，真正的烈火和老洋人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姓郑的那个老东西企图暗杀你，难道还留着他吗？先留住这个老家伙和他全家的命，等除掉了真正的烈火，老家伙没有利用价值了，该杀的时候，我自然不会手软。 日本人最近撒欢的越来越厉害了，是。<哼>最近这些天街面上松得很，这又把宵禁给取消了。别是日本人真的把那个烈火给逮着了吧？哼，不可能。他们要真抓着烈火的话，早就大张旗鼓的四处嚷嚷了，嗯、还能这么消停？你没听说过呀？咬人的狗不叫唤。哎，叫兄弟们小心点儿。 他们现在是外松内紧。哎，肉票他们呢？哥，你放心吧，该弄的东西、啊、都弄到了，就等哥你一句话了。哎，对了哥，肉票他们跟颜如玉接上头了，看见颜如玉了，他现在在哪儿？那就不知道了。肉票说他好像混得不错，穿金戴银的。他让我捎信给你，说明天早上花楼街见，说有事找你。行。 我知道了，找肉票他们去吧。好，去吧。<好>小心点啊。哎，朱姑娘，我先给老爷擦把脸啊。正好你可以歇歇，都大半天了。那个老爷又是揉又是捏，真辛苦你了，姑娘。哎呀。 这几天老爷真是受了大罪了。哎呀，老爷现在呀，还是出的气多，进的气少。姑娘，你有大学问，你说我们老爷这一关能熬得过去吗？医生说了，干爹这一关能不能熬得过去，就得看他的意志力了。 长期卧病在床的人最容易生褥疮，得经常给他按摩、舒筋活血。哎，难得姑娘你有这份心。哎，也不知我们老爷这是犯了什么傻性了。头两年大少奶奶过世，前两天四少爷进坡糊里糊涂的就死了，如今呢，老爷。 也躺在这儿了，浩叔，我知道你在郑家待的时间长，现在家里这个样子，你心里也不好受。是啊，家里四个少爷，都是我手把手带大的，那怎么这二少爷就当了汉奸了呢？都说三岁看小，七岁看大，那我们二少爷他小时候仁义着呢。 他就不是那种当汉奸的人呐。哎呀，郑家这到底是怎么了？本来是要办喜事的，这喜事没办成，家里家里倒遭了难了。这一不哭，我二叔说过，你笑最好看，哭起来难看。花儿。 你三叔临走的时候嘱咐了，以后咱们家呀，谁也不准再提你那个不争气的二叔。他投靠日本人，出卖同胞，他丢尽了咱们郑家人的脸面呐，还把爷爷烧成这样，他就不配做咱们，做咱们郑家的人。我二叔他不是坏人，他是烈火，带头打鬼子，跟梁山好汉一样，他是大英雄。哎呀，你你看看。 这小孩子家家的，就是不懂事，还提什么英雄？慧儿啊，你二叔肯打鬼子吗？他自己就是个二鬼子。慧儿，咱不说了，阿姨带你出去走走，好吗？嗯、走。好。朱姨。 哟，朱姑娘啊，你回来了。郝叔，您烧什么呢？这都是二少爷的东西。这三少爷临走的时候嘱咐了，家里啊不准留二少爷的东西，说要全部烧了呢。郝叔，我来帮你烧，你去忙吧。来，哎，小心点啊。哦。Oh. 洪涛很想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现身，想告诉她自己从未背叛过她，但是朱君会相信吗？我也不相信，我四叔他已经死了。慧儿，阿姨和你一样，阿姨也不相信，你二叔是坏人。 红桃，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你为什么不站出来？